亲爱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议员连斐凡，在这边向您拜年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牛运亨通。在过去的一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过得有很多的不方便，但是新的一年来了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扭转乾坤，健康平安，事事顺利。再次跟大家恭喜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。